个字叫做找一句新的话来说喜欢我。找一句新的话来说喜欢我，好，这很多年轻人的新流行的术语。你找一句新的话来说爱我，对不对？对，你喜欢我这样子哈。好了，我们再听听雨桐所带来接下来这首动听的歌曲，欢迎雨桐。谢谢。原住民的所谓我爱你的原住民语，来，我爱你怎么说啊？什么啊？好了，你不要讲了，讲了之后好像含着卤蛋在讲话，听不太清楚。帅哥就是这样子哈。好，那我相信今天大家很热情了啊，这雨桐的确现在人气相当旺，我们赶快带来最后一首歌。 好不好？来，带来最后一首。